没事儿，我挺好的，特别好。多让人羡慕一对儿啊！我自认为是一个只会让别人羡慕，从来不会羡慕别人的人，但是我今天见到林向安，我还真的很羡慕他，有这么一个老爹，还有这样的老婆，嗯，真是男人的榜样啊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就在这自言自语了，没别的意思。你说的挺对的，他们俩就是挺般配的。高三那一年，苏沫找来我们学校，林香安一眼就看中他了。那个时候，他们一个校花，一个校草，学校的人一看就是他们两个是一对儿。只有我一个人，跟傻子一样，还死死的追着林香安不放。嗨。 谁没傻过呢？我现在庆幸的是，我18岁的时候傻过，而不是30吧，40吧。哎呀，夏冉冉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你这心啊，真的不是一般的高，境界不是一般的宽。哎呀，我自认为我是一个经历过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男人，可是跟你这比起来，我简直那都是一片假水井。 你才是真的高山，你才是真的大海。喝水。哎，你别怕，有我在。